还没忙呢，花锦送了一些新的资料过来，我这边再重新整理一下。我给你剥个龙虾。 古代封侯大典上，将门之女为了救爱人而被迫嫁给帝王，为爱守护，就像匠心的品牌理念。嗯，这个想法倒是挺独特的。不过，怎么了？可是如果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这有什么意义？ 时间过得如此的快，可我们还是没有同在。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挣脱所有的期待。